以上接发言完毕，然后进入委员讨论，谢谢。那你是最后一位发言是吧？各位委员请原谅我坐在这儿发言，因为我年纪很大了，身体不太好。我可以见证乔光潭整个见证的一个历史，我从当年建筑的时候一直到后来这三十多年来，我都在这个乔光潭服务。民国三十九年政府迁到台湾呢，为防治中共的统战呢，整体乔盛台来升学是最主要的国策。当时教育部长陈天放、次长高兴、侨委会委员长郑燕芬等台大的校长傅斯年先生接令，就是在他进入墓的时候议定的校址，那个时候还不是校址呢，建乔盛宿舍。当年美国副总统啊跟着到东南亚去访问，访问了以后到台湾来见蒋中正总统，他说东南亚的华人经济非常好，但是有个严重的问题，就一船一船的青年呢运到大陆去。他说假如这个问题不解决，不久亚洲会赤化，甚至影响到国际。假如中华民国政府经济有困难，我们愿意美元的补助。后来美元就来了。这个当时呢，这个台大不是这么多学生，我们生一个乔生就补助10000块钱台币，相当于现在接近100万块钱。台大的里面的工学院的实验室、工学院的宿舍、体育馆，女生第五宿舍以上，男生11宿舍以上，十几栋都是这样经费来盖的。更重要的一点，因为有美元的经费支援呢，提升我们台湾高等教育的成就，现在50多岁在世界各地，包括乔森等的都有很好的成就。所以更重要的一点就是53年我们接待侨胞回来是1000多人到2000，后来到40年的时候到了4万多人，表示华侨爱这个国家，他们来带进了外汇，带进了我们台湾的成长。所以最后一段话，我就是希望我们国家对侨胞侨生在台湾的扎根的工作，不论是侨胞的感情的认同、侨务历史的发展，甚至刚才建筑的等等的，我们希望这个委员们慎重考虑，我们不要忘了历史，不要忘了自己，更不要忘了国家。谢谢。上周发言完毕，那请各位尊重委员的讨论哈。那我们也议程的那个秩序，那请提报人等请离开，那到旁边场地行进行。好，那我们进行委员讨论，谢谢。好，针对这个案子，各位委员。我有一些讨论，能不能几张照片帮忙找一下不好看的，那个外观就跳过去了。基本上要保存这个小广场啊，这个鹿鸣堂这个建筑物呢，我们到现场去看了以后呢，我有几个这个看法啊，提供给各位做个参考。第一个，当年马主任、系主任各个建筑师呢，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叫隔框式的啊，就是说预筑的单元，用这种水平的这个两个单元的接缝的位置做了个卡榫。这个卡榫呢，再下一张，这边再下一张，下一张，好 ，OK， 上一张，对，下一张好。这个卡榫呢很清楚的，就是上下两个单元中间呢，它用一根钢筋，这个我到现场去看研判大概是6号钢筋，竹节钢筋呢，那个竹节的那个已经都生锈，那不是很明显的竹节的啊，可以下一张看看，上一张，上一张 ，OK， 这个竹节已经都锈的，也许当年的采购的这个钢筋的那个
竹节的那个高度，这个是锈掉的呢还是怎么样？不是很清楚哦。但是51年了，这个钢筋成锈生锈，这个第一个是我比较担心的地方。第二个，你看上面的单眼跟底下的单眼，他就用这样的一个两个中间的卡榫，用什么呢？用水泥砂浆把这个缝，用钢筋把它勾住，然后用那个水泥砂浆把它截缝。但是这个是我们现场去看的时候，其中的一个单眼的哈。那我在担心，51年的RC建筑呢，第一个它这种马主任当年赏出来这个工法，确实在我们结构来讲，这个是绝招的、妙招的，所以对结构的安全来讲，对这个整片大片的RC这么重，每一块的单眼呢，一片像砌砖一样把它砌筑起来的，啊，用这样的方法来做这个固定啊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土木工程师的这个它的结晶啊，这结构上的安全结晶。好，回到上一张好了啊。回到上一张 OK， 可以再上一张好了。好，这个啊，这个是每一个单眼它中间的这个倒过来，这个是柱子，能够转个圈，这是柱子啊，它水平的是一个两个单眼中间的那个夹缝，那么垂直的就我猜测可能就是应该会有延伸的钢筋，就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避难钢筋一样啊，它会钢筋勾住去呢，把这个单眼呢一个一个单眼把它勾住，然后再用混凝土呢框架这个像一个柱子一样把它固定起来，所以这个整片墙呢是用一个叫十字形的钢网来把它固定起来，在结构上呢是很好哦。我刚刚讲这是妙招，但是第一个51年的，我们刚刚前面那个钢筋锈蚀那个情况，那个很担忧，而且光一个地方就敲开来看，那其他的地方我们都没有去注意到。那特别是第一张的这个立面看一下，回到第一张，回到前面第一张，好，对，在正面的地方呢，这个是有楼板的，做侧身的，所以它基本上还是分区块，大概分了三层楼，三个区块。那这么大片的一个预筑墙，每一个单元呢，就是用垂直跟水泥的那个刚刚看到的钢筋，垂直的柱子把它固定住。如果你钢筋生锈了，如果你这个内部从内部看起来，台大好像花了很多钱在修内部的渗水，哦，那这个钢筋生锈越来越严重。以目前51年的，以钢筋混凝土的寿命来讲的话，我们要让它延寿，就在做一些补墙。如果没有补墙的话呢，这个建筑物它的安全真的是令人担心。那第二个呢，屋顶的那个钢架啊，再往下看，往下看几张。屋顶的行架呢，好像这个，对不起，这个停一下。这个刚刚讲的那个侧面跟正面的地方，因为它那个锥形体啊，那个单眼到上面有一个大圆的，在上面，因为它可能就是内部啊，就是要做封闭的这个效果，因为它这个上面呢还有一些行架啊，这个角钢的行架。那这个砖墙呢，我们可以小心看，它有些地方哦，像这个地方就是柱子，柱子当年为什么把它切断？哦，这个可能是要做一些补墙的钢筋，那可能没有把它做好。哦，我推测了，砖墙补起来，在结构体的上面最高的地方是用砖墙，这有点我们这个大理墙的习惯呢，就是前后都做三墙啊、哦。但是你看这个三墙，它的砖缝，哦，我另外有一张照片，这个砖缝是空的，就说砂浆补实啊，没有补好。好了，再往下看，往下看，再往下。OK， 这个屋顶啊，再往下，再往下，再往下，
再往下 ，OK， 这里可以看得到，它是一个拉力型的斜杆，都是拉力杆，它是一个 plate 的行架的哈。那、这个行架的结构行为呢，马主任也是非常好，他这个结构观念非常清楚。它是一个拉力杆，它不是一个压力杆，压力杆就有可能跟丰原中学的那个压力杆一样，久了又渗水生锈，它因为受压有一个所谓细长比的限制，它这个拉力杆就限制比较小，就比较不用担心。所以这个行架如果完好保养得很好，这个屋顶基本上也是蛮好的结构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到的这些节点，很多节点，还有这个底下的下旋杆，因为你在高速，它不可能随时都要去保养去油漆，哦，看得出来，当初保养这个漆啊都非常的厚，所以这个可能都比我们国家标准的350克以上都还要高，但是即使600克以上的这个涂漆量呢，它这个也都是锈斑很多，哦，我们到现场去看这种3D 的。这个工序比较多嘛，所以我看到很多我们这个别人看不到的地方，所以这些锈斑也很多。所以底下的螺丝跟那个上面的钢构当然不是说材料，刚刚也有我们提报人提到没有错了，不是说这个故宫也有生锈啊，那说是不是故宫也要拆？但是呢，这个房子呢，基本上是这样，因为它。结构工位那个台大那边提供的那个结构耐震评估91年做的耐震评估，这个基本上也是耐震能力非常的不足啊。在94年也做了一个大规模的外墙的一个补墙，哦，这就是我刚刚担心的。那个外墙，它补墙也只能够把原来的那个沟缝的那个位置呢，把那个砂浆把它弄出来，重新再挂。但是呢，从我刚刚看到的几个照片。它显然没有灌保，那没有灌保，就这个单元呢，它只有靠一个钢筋网去把它构筑而已。那这个如果真的大地震来说呢，这里是一个很大的隐忧。所以我是在当时去现场一看以后，我就发现说，这个如果你要保存的话，硬体保存会造成危险，是一个很严重的公共安全隐忧的地方。所以我是希望说。要保留，不要只看到硬体，哦，软体来充实多一点。侨委会记者也来问了，说他也希望能够保存，哦，这些资料，软体的东西他要尽量提供，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看不到这些软体充实到什么程度。所以如果要保存的话，我建议还是重点把软体的保存把它做更好的这样的规划。但至于硬体的话呢？修复不如重建。如果你这个硬体要留下来，我是替台大的学生担心，替我们这一般的老百姓在那边运动的很多，这些老百姓担心。所以呢，我还是最后一个，为什么我勾选呢？不希望把硬体保存下来，因为修复费用太高。修复不如重建。如果立建可以这个就地原貌去重建的话。我觉得这些，包括马老师的那个，当然重新开模都可以做，但是以现况，它的钢筋锈蚀、它的渗漏水的情形，这个结构的安全是日益恶化，这个要提醒各位，哦，我个人的主见啊，大家参考，谢谢。像就我们作为的身份来讲，我们是应该就文化资产的这个价值的探讨。那至于这个硬体的状况，啊，当然需要考虑它平时所在项目。我想这个案子我们看了很多遍，啊，大家对这个是相当了解，啊，实际上我们也大概知道现在的因素。那我讲的这个将来要怎么做是怎么做的，我想这个还是先基本上能够给他确认一下。如果委员之间有异议的话，我建议。刚才有意见，各位啊，讨论都，如果这样情形的话，我们就开放投票，好吧？现在发下我们的那个投票单，有三张，一张是古迹，
一张是利建，一张是纪念性建筑，请委员勾选。因为你这个古迹跟利建，你不能摆在一起。分三张。老师，你要分三张，先投古迹。古迹如果申复有了，就不用再开那个哦利建。对，等一下我们会先由古迹先统计投票的。请老师古迹的部分哦，委员古迹的部分先勾选。同意或不同意，然后放进我们的票箱。对，先古迹的，对，白色的。来，那个票箱古迹的。好，先收古迹的。邱老师上去。好。还有两位哈，因为有彭局长的部分。对，请补那个票给他们，好吧？还有两位没有拿到票。两位局长。两位局长，还有蓝局长的部分，蓝委员部分。好，那个请同仁麻烦协助开票嘛。好，一个唱票，一个念，一个亮票，一个唱票。邱老师呢？在厕所。请找一下邱老师回来，问他是不是要放弃门票。不能啊，他今天留的就是为了投票。那我们等邱老师回来，那投完票我们再请你开票。问他是不是？问一下邱老师是不是要投票？还是他放弃？对，要投完票才能开票。对，不能边投票。不能够边投票边开枪。好，我是那个谁，邱老师，不能等到三点。再两分钟不进来就放弃。他已经排队了。已经排队了。他已经报到了。你们要准备号码吗？还有一个人，我们边投票边开票。
好麻烦错，古迹票谢谢谢谢谢谢。大家很抉择。好，那今天的在座的委员共有17位具有投票的权利哈，那要达到规定是要2/3以上同意才具有古迹身份，总共是要12票同意。那我们现在进行开票。蓝色的，那我们委员挑选好，那我们进入票箱。